下面我们来讲解一下 Q5 两边夹的安装方法。我们打开包装之后，这两个需要装到上面，然后装的时候这个要在外侧，然后下面我们给它装上。这个螺丝先不要拧紧，先把锁紧螺母松掉，然后弹片给它抬起来，这样就可以实现转动。这两个臂是根据轮椅前面两根管子的宽度来进行调节的，这个转轴是来调节车头与轮椅之间的角度的。当我们收到的时候，它是打紧锁紧的，然后只需要给它松掉，松掉之后就可以调节，这边也是一样。现在来进行跟轮椅的连接，然后咱们可以先挂单边，它这两颗螺丝是根据你的前面管子的宽度来进行调节的。现在的话，这样就稍微有点紧，然后可以给它松一下。这样有点松，然后大概力道跟它调的刚好就行了，这样就行。然后是这边，这边也是一样。下面只需要轻轻一推，大概这个高度就可以，然后只需要把这个锁紧螺母给它拧紧，这样就行了。然后把锁紧螺母松掉，在这个拆的时候有一个小技巧，一只手给它轻轻往前推一下，然后这个很轻松的就下来。然后拆卸轮椅的时候，只需要把这两个扳手给它松掉就行了，然后松一下，这边也是一样。